是会在这个原本基隆救火车站这边打造一个这所谓的 Angus Keelong， 就是漫游者基地。那其实构想就是来自于原本的元宇宙 Metaverse 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这边打造成一个 Any kind of imagination of truth， 任何的一个想象，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体感科技，在这边去让民众可以在这边实现。啊，你要到外太空也好，你要到全世界去旅游也好，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体感科技，让你的这样一个梦想成真。我会特别推荐就是我们的那个飞行模拟器，特别是那个 F16 那个飞行模拟器，是所谓的模拟器的等级的这样一个飞行操作方式，让民众可以去实际去体验真正那种飞机飞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六轴的这样一个模拟器平台，它可以去模拟任何空中可能遇到的这种角度啊也好，气流的变化也好，它都可以去及时的反映飞在空中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民众来这边来飞玩那个飞行模拟器，会觉得非常 immersive。 因为通常你一般要玩这种所谓飞行模拟器，可能是一般的平面的电视，但我可以透过我们这种所谓球形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来去做体验。那另外当然还有我们的那个热气球模拟器，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体验的。因为我们是利用非常高画质的 LED 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弧形，它的那个画质有 6K， 在上面可以去体验到环游全世界的这种感觉。人气最高目前还是就是热气球，大小朋友都很喜欢，那没有年龄限制。其实我们在打造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在这个原本基隆国门广场这边去打造一个有特色的这样一个 IP， 我们就觉得，猫屋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概念。所以我们在今年九月 LED 正式落成之后，我们的 3D 的胖橘猫，大家投票出来，现在叫吉古拉，那一只胖橘猫就在这边进驻了。那它就好像是宇宙来的这一只胖橘猫，来到这个地方是这边的主人，在这边做表演。那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内容在这边呈现。因为刚好年底也是我们的周年庆嘛，所以我们会推出一系列这个橘古拉的一些周边商品也好，或者是它新的贴图啊，它未来新的影片未来都会在这边上映这样。